姐，吃碗。然后出了点事儿，我把那个人给拜拜拜拜，再见。说话吧。姐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要干嘛呢。没有，我直播呢。姐，你在哪里直播呀？我想关注你一下。我不是特别方便。啊？等以后的吧。行。就咱家这个网，我不昨天给你修好了。修好了吗？没事，他不咬人，不用害怕。他可能比较喜欢你，他比较喜欢跟小男孩玩。姐，我有点怕狗。他更故意吓人家，你喜欢他呀？他更比较喜欢你。是吗？你弄吧，他不咬人，放心吧。姐，你怕狗？我比较怕狗，我怕他，他直盯着我。他摇尾巴，他喜欢你。是吗？嗯，没事，你修你的吧，没事。还是你昨天应该压根就没修好，因为昨天那个我刷视频的时候，然后开数据了。是吗？嗯。姐，那样不好意思。然后我就发现他不好使，你是挺不好意思的，因为我今天直播用的流量直播。那姐，这是那网费我不要了。下次网费你也不要了吧？行，姐他干啥呀？他直接从那抠了我腿。台哥，你礼貌点儿，他可能快到时候了。你去一边拿去。姐，你帮我拿这个吧。行。姐，你这光线线是不是小狗夜了？知道啊，应该这嘎有个信号灯，你看那红色灯质量。你别抖，你等会儿，你别抖，你这个袋子我都抖了，都能吓人，你别抖，你听我的，它不咬人，没事儿。行。姐，你看一下这回，看绿灯了，它那个信号灯正常了，应该是狗咬这个线整的。行，信号灯不是信号灯，是信号灯。姐，你等我这个墙，我肯定给它割了。你这个板一板其实也还好吧，说就是正常，就是你不是平翘舌不分吗？嗯，你板一板呢？我不光是平翘舌，我大舌头也。舌头板一板不是？你试一下，十四是十四，十是十十四，四十是四十，四十是十，十十四是四是四是，没一点劲儿没有了。姐，还是有数吧。姐，你看一眼那个网是不是修好了？修完了是吗？是吗？你还挺有意思。看一下啊。那行。要是再不好使呢？下着网费，姐我也不要了。啊、姐，别投诉我，投诉我那没法干了。你们试用期多长时间？试用期三个月。哎，现在又好了。行，那姐，你把这个线，我给你拿这个，你把它整起来，我怕到时候这个线微坏了，你又该砸墙了。你说把这啥意思？就是这个线微起来，要不然狗到时候值夜啥的也老爱坏。行，那姐你就自己整，我就先走了。行。哎，你咋今天烫头发了？啊，这头发。没事，别怕，不咬人。行。那你这直抖，你别抖。他给我吓得腿都直软。没有，他就是可能就是比较喜欢你，他平时不这样。行，那姐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行，好。拜拜。拜拜。辛苦了。啊，没事，拜拜。